到底了解有多少呢？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不可思议的特别来宾。哎，最近呢，成功减下10公斤，还成功改运的田露露小姐。大家好，哎，主持人好，老师好，还有艺人金森子义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民俗专家林正义林老师，哇，大家好。林雪老师、苏春阳苏老师，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女生派的法师一玄法师，嘿，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什么不可思议的主题呢？先看我们今天的主题 VCR。林中国啊，我得祝你身体好。趴在草席上，任板子在屁股上不断落下，虽然痛，但为了求得好运气，个个可是心甘情愿，心存感激。要能被东龙宫的班头打屁股还不简单呢，信徒必须获得神明的同意才能够求得被打的好运气。大概我就是用板杯，用板杯啊，左人是讲乌边暗边，囡仔讲天条安尼，啊，得个盖将军大爷博到杯，博一杯得博到杯，才会使盖安尼。东港东龙宫打屁股改运闻名全省，许多信徒都是包整部的游览车南下。九二一大地震之后，香客更是源源不断。虽然打屁股会痛，但是想到未来可能因此一帆风顺，身体的痛楚就不算什么了。在台湾的习俗常常听到，哎，祭盖包大温哦，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需要祭盖？而且祭盖完了会带来什么样的好运气呢？像子怡什么情况才会需要去祭盖？我大概是在国中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是那种笨笨的那种女生，然后常常就会，就那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学校里面有一些那种小太妹就会来找我麻烦，找你麻烦要揍你。然后对，每天都被打，还有老师就一天到晚盯你的功课，本来都没有，就忽然之间在那一阵子就一直盯你的功课，那也就算了，又摔车什么的，那我就很惨。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哭着跟我妈讲，我说妈，我不想要上课。她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倒霉透了。他就跟我讲啊，你这好可怜哈，害你当搞笑人，随行酒心呐。哎呦，对，然后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呀、啊？结果我妈就带我去，在新店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师姐啦。然后他就带我去，就去，他就准备了一些蛮奇怪的东西，鸡蛋。他就在鸡蛋上面，然后就画了一个眼睛、鼻子那些的，后面呢就写了我的生辰。然后他有用了那个小的笼子哦。是。然后里面有装那个，就是人家以前说的那种金蝉逼神那种的，有声音的。然后他就是在整个仪式里面，那个鸡蛋是埋在那个就是米上面的。然后埋在米上面，然后师姐就开始做法那些的，做法。那做法之前，那个鸡蛋还要哈你的气，就是用你的气去哈那颗鸡蛋。然后还要剪几只的头发，然后粘在那个鸡蛋上面那样。还有那个指甲那些的，哎，听起来好像是你身上的贴身的物品，还有你的不好的气全部转到那个蛋，对对，就哈哈哈，哈的时候，然后就记，他就是一次弄到一半之后，结果呢，他要我就在他做法完，他点我的那时候就要把那个鸡蛋给打破，哎呦，那打破之后。就仪式完成，完成之后还要去放那一只蝉，让它飞出去。如果不飞不出去的话，它就是要再重来。哦，对。那我就问那个师姐，我说：“哎，师姐啊，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她说：“那个叫做金蝉脱壳。”结果真的、哦，我在那一次做完之后，同学就不找你麻烦。没有，从那一次之后。哎，老师对我的态度也没有那么奇怪，哎、然后那些本来找我麻烦的那些小太妹，好像也就消失了。是啊、哦，对，哎，所以做了这个金蝉脱壳的仪式，周遭的事物都改变了。就是说，在传统的民间里面，他认为他运倒霉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东西卡住我，或者是影响我。那我能不能把那个冤亲债主把它释放掉？所以这个时候，通常他就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把它祭改？所以祭改开始渡这些冤亲债主。可是慢慢开始越来越复杂，就是说我到底是看病还是？是什么病啦？我唔是干那病呢，就是说以前技改就是说你反正就掰文来整，但到最后面更抓得更精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引进了紫微斗数里面的所谓的流年神煞。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农民历上面也有人在登，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安太岁啊？
还是健康贵啊？对哦，可以健。对啊，这怎么分呢？那也就是说，它的原来是从紫微斗数里面有一个流年神煞。嗯。那流年神煞里面第一个就是太岁，假设今年的太岁年是老鼠年，那这个太岁就在子这个位置。可是林老师，像一般来讲的话，它这个神煞是每一个生肖是不是都不同？对，所以不是每，就是说每一个生肖鼠年的话，什么人需要去做这个？原来在紫微斗数里面是说，它有一个流年的神煞排在每一个命盘。以后呢，台湾独特就把这个拿来当成每一个生肖每年都有换一个神煞。那这个神煞，这个煞神只要一犯，今天就不顺。所以这个中间里面它就有十二个生肖，就有十二个神煞。那十二个神煞，我们看到它现在目前我们看呢，唯一就是说从紫微斗数里面把它篡改的，也就是说从太岁也有啊，太阳也有，上门也有，但是到了勾文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改成太阴当权，在台湾你现在看到民间里面把这个改掉。那我们刚才讲太岁这个星呢，它本身里面就是虚星，一不会了称。木星的对面有一个虚拟的星球，那古人认为说太岁在太岁头上动土，就会破坏整个磁场，因为它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如果去破坏它的自然磁场，所以以前是在这个邪方辩记里面，就是里面是认为是方位上动土有问题，但是他没有说人会有问题，而是以后我们从紫微斗数里面来把它延伸到民间里面，现在目前在技改的时候就靠这一套资料。等一下，我们再用更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鼠年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去做这一盖。那以前露露姐也曾经很倒霉过，去用过什么方式？人家说三年一运好歹照了，所以说你若运道你不好，其实就不要像我顶摆吼做迄款代志，我不是自杀吗？我那时候因为很困难嘛，很多事情都过不了关，工作也没有，在家等通告电话都不想，都怀疑是不是手机坏掉了。然后那时候忧郁躁郁，其实那个就以前就有了，只是隐藏了很久，到那时候整个爆发出来。结果我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不是被救了吗？上去急诊室，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急诊室很阴，对吗？就阴咩，在急诊室的时候，我一还有一点印象，就是说那个医生在急救灌肠的时候，他叫我带就是那个朋友，就说你赶快打嘴巴，赶快打嘴巴，就不要让我睡。你是吞安眠药就睡死掉，吞安眠药，然后又喝了大概将近一瓶的 whisky 又喝完。哎呦，啊！按理说应该是爱瞪眼啦，三个半小时以后我才被送到急诊室，还被救活了，就是。而且很奇怪的就是说，他们只讲说后来的讲说，其实我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就是那个 Bonnie， 他一直在我身边，我的母娘，他在帮你挡那个被咖喱枪毙的狼哦。而且啊，你知道吗？他不会让你走，因为呢，你这个绝对不是阳蒙跨裂惊，而是你的工作没有做完，对，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对，那只是在考验。在做考验，对。那后来送到那边以后，就在急诊室的急救的时候，对啊，就有一个女的，就一直要把我拉走，而且她的生肖是跟我一样，属狗，不是鬼是人，一定要把你。是阿飘，一般的急诊室老师应该在急诊室是很阴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不晓得是往急诊室里面跑，其实小孩子最好都不要在急诊室，真的会卡到一些莫名其妙。这是你醒来以后才知道的。我醒来以后，我跟你讲，我醒来以后，醒过来之后呢，其实还是很多事情不顺，可是因为我本身我有共轨，我有那种感应，我之前是感应到，我有提过哈，就是我拿掉那两个小孩在跟我。送走他们以后，会吸个吸我去，但是换一个少年的来啊。那少年的变相，就是在急诊室也是自杀死掉的。哦，就跟你生肖一样的。跟我生肖一样，然后呢，他比我小一轮，同属你，对，属狗的，然后比我小一轮，是，然后他也是被送到急诊室没有救，他要把我抓去，被抓高的。就一直跟着我，就一直给他逮啊，逮我等于要昏倒哦。后来其实我为什么我时时刻刻都有感觉到，好像旁边有那种冰冷的感觉，你知道？后来有查出来，其实我跟这个女的，我们前世有一段，我努力查有这个因果。就刚刚老师我们大家去求求菩萨，
所以他先死在那个急诊室，他没有被救活，冥冥之中把你引到那边，也要把你抓起。他没有被救走，他魂还在那边，根本就没有掉，被调回去。因为不能出来，然后魂不会掉照一张呀。他就在那边等。那我们前世什么因果，我们就不谈了，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谈。我们今天就谈祭感。后来我倒是觉得他在我旁边，那因为我也在宫庙里面当义工。那当义工以后，有一天我就跟师父讲，师父，跟咱有人过来迄落啊，老师，我讲你进步啊，我讲你怎样要走，我讲啊，我不要那走，伊讲好，他就师父就用了一点方式，什么？伊的那个道袍秀，母娘不是有个外罩衫吗？哦，袍，那个袍，对，他就把母娘的袍放在我的身上这样搭，然后叫我闭上眼睛，保镖精。我开始跟他对谈，跟那个女鬼，是眼睛闭着看到他，对，然后对，然后我眼睛睁开。其实你们看，我没有在讲话，就我们两个是用眼睛意识的，用意识。我们两个在谈话。我说你到底想要安怎？你为什么要安尼？我讲我也无底气的。伊就讲，我讲你要安怎做？然后伊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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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好，我就答应你，他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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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家人没有把他牵走，除了人帮我看照，你讲你要给他看照。啊，改造阮厝的人，因为我无嫁，你也给他找一个翁，我让他找，还要找跟他们找老公，嘿，他找啊。但是后来我们老师说，这样还是不行，他还是要你的命啊。人家说鬼话不能信，所以都在看魂。看你的魂，看我的魂，嘿，就把我的自己的名字哈、生肖、年月日，然后就是要把它遮盖起来。这个人没去啊，是什么人吹？落地户去吹嘛吹不，上天堂那更不可能。就是一定要让他找得到。他做完以后，做完以后，整个人就开始有自信。哦，就是这下半年的事情吗？对对对，对啊，对，整个状态都调整好了。啊，这抗魂大法又是什么？对啊，那事实上，咱人咧衰的是讲，你有去有完全接触地掉。哦，那抗魂的意思是讲。你把眼神盖起来以后，即使那个鬼跟你面对面，他也不认识你，就看你是隐形的。哦，地府找无，爱的阳世界也找不到，灵界也找不到。那事实上哦，除了看门以外，就是讲，事实上有很多运势不好。比如咱讲今年，哦，今年立春是二月的四号那一天，哦，立春。啊，你啊立春，你讲你讲，不管你今天所犯的是什么的一个煞气，包括五鬼啦、太阴啦、白虎啦、空门啦，哦，五鬼啦，吼，其实你也当用一讲立春，你讲吼。啊！大家庙里面会举办个祈福法会，哦，不管你哎，对对对，祈福法会就是说，我们先把明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年先把它做预防，对，来打预防针啊。那子怡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啊？我要讲一个那个九死一生的蓝光哈，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有一个那个信徒，就是讲真的，他是就是。又是生病，然后看不好，然后他那种病又不是像癌症会死掉那种的，就是一直生病又死不了，一直要跑医院拖累家人的，没有错。然后钱一直花什么，他就是都很不顺。然后到后面呢，就是有去看到，就是说他可能再来会更倒霉。所谓的倒霉就是狼弄没戏搞，搞不好变成植物人这种的。那后来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师父就跟他，这个很痛苦，又死不了，又没有钱的后面，到底怎么这盖有没有好起来呢？我们进个广告，马上回来。后来这盖完了，改头换面，改头换面，改头换面。就祝一平不好吉凶，下大位就收盘车，再平金车，三平金车。高荒负债累累的人，居然有老师跟他讲说还会更衰，怕死了，怎么改？对，结果后来呢，他就你知道吗？以前有一种叫做生机法啊，就是他要做所谓的九死一生，哎，要做九次，然后好像日子还要挑，那在挑的同时，就是里面在这个古瓮里面要埋上你的头发、指甲那些都要，之外还要你穿过的衣服还不能洗的哦。对，要找宝穴不是吗？对，要看风水，就是还是要找老师弄。那么结果呢？他就真的去埋了九次之后，他病好了。
啊，就真的病好了。现在我们的祭煞已经成为健康活动，就是说没有错，每个人那么多人都 DIY 耶，每一个人好像到了过年，他就变成民俗活动。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也不要那么怕。我现在讲了太岁星了，太岁星，它每就是说对面就是等于木星，那木星呢，每十就是11.83年，也就是还不到12年。他已经走完一圈，所以从宋朝到现在，其实真正的太岁已经不是现在的所谓的生肖这个太岁，他已经偏离了，所以他已经偏离，大概已经跑掉大概15点多度，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哎，我来还太岁没代志，那就是说，如果你到天文来查，真正的太岁星跟现在目前的农民也是不符合。啊，那怎么办呢？那看那个做标准。所以我说把它民俗当活动，就是说啊，反正我的谁谁啊来用这一盖，啊就盖解后我，就是说你要用这个心态去，可能会比较健康啊。如果你惊太水，惊个愈惊愈侪，你了。对。哦，所以心意念还是要正。对。因为像有时候我们顺顺的在走，有一些很无聊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功力很高的老师，可是被讲一句就心里受了很大影响，因为他会说：“你不要看哦，你这几个月很顺利哦，现在演艺事业都很好，赚的钱也不少哦。”可是你开始要衰了，啊，他也不晓得到底是要希望我们去给他这盖还是怎么样，然后被他一讲，就好像真的会心里受到影响，那个意念就偏了。原来要借盖的，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叫神煞，也就是说你的出生的时候，如果被这个星照到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所谓犯了神煞。所以我们刚才讲，谁需要被忌，要去借盖，就是说他的命里面如果被煞神照到，那通常。他一生里面会常常爱去借盖哈，那我们看哈，从紫微斗数里面你们可以自己查，就是说他有一个星球叫做神煞，神煞就是照命，比如说像，康熙他是七星照命，也就是北斗七星来照命，所以他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同辈水跟共同治60年。但是如果你是桃花煞照命，很恐怖哦，桃花煞照命就是桃花煞很恐怖哦，如果是在。你的年跟月里面哈是开内桃花，开内桃花就很好，就是两个很幸福哦。很多大老婆就会可能怕自己老公有桃花煞的，对啊，就桃花煞。事实上是我就遇过一个信众，他也是关联下去，他跟他老公结婚一段时间了，但是他老公就是外面市场就是有，哦，那个桃花原来就是人也很好。哦，到哪里哦？说有时候女孩子要倒追，每次假日她送东西啊，现在有的女生很开放，会自己送上门。对啊，逢年过节就送，也都送东西送到家门口呢，然后去写好某某人给她，造成她老婆很多困扰，很困扰，快生病。后来她自己来观灵，然后看过去，结果她老公的那个本命是不是种在那个一堆花园的里面，都会灰桃花枯，会灰红来，对，都会长奇怪底下呢。密布但是那时候神明跟她讲说，哦，那月老跟她讲说，我可以帮你移开，但是呢。阳世间你还是要这头灰的，因为他说是你要斩34姻缘，所谓斩34姻缘就是要斩3次的桃花，那每年一定要斩1次，然后呢，他就斩桃花的就是说呢，你桃枝一定要7枝，然后呢，7枝桃枝，用红色的线呢，红色的这线把它绑成3节，是，然后呢，这个是男方，这是女方，所谓女方这里面是写不景吉姻缘的，是所有不正的姻缘，必须透过的解的是因果，就是用解人经来解。哦，解人经念完以后，就是说它里面呢，比如说啊，因为你是前世是犯了什么事，然后所以这是造成啊你的困扰，所以从此以后解脱了。哦，解掉了哈。念完以后呢，就是用阴阳刀，就是斩桃花的刀。会不会是那个阴一个阳？台地吧，台地。对，但是这是它有开过的，对，这是加持过的，哎，加持过的。哦，那一般家庭主妇不要拿自己厨房的菜刀出来斩，那没有用，那没有用，没有用。那个送金送完以后，然后就是要斩成3节，而且要一刀要断。如果你一刀没有断的话呢？哦，如果还有残留的话呢，一次的就斩不掉，哎，这样子就斩掉一次的，就斩掉了。哦，然后再斩，然后一斩头灰，然后呢再来，二斩空蒙，哎，然后就
三斩消灵。三斩消灵、就是。就是连续要三年，这样子可以化解那桃花的那个。安尼哦。啊，你老公长得够坎坷吼，啊，但嗨呀，已经纠缠不清了。所以一定要一刀两断，那个孽缘才会闪掉这样子。肉爱够力呀、啊。对对对。竹子还要够脆、啊，万一潮湿的哦。所以你要斩桃花，千万不要去拿那个大的桃枝来。哎哎，一定要这样晒着的。要注意哦。哎，林老师啊，可是有的找错人了，啊，越改越差怎么办？一般呢，其实啊，我们看我们的能量场啊，其实一个人的能量场正常的时候是会七个破会在七轮顶破。那如果他纠结在一起的时候，那通常就是所谓爱这盖的攻略，就像错线，就是说七个魂就像我们有一个我们像傀儡一样，就是有很多线，所以咱讲啊你脱线，修破啊，就是也就是这个时候运气就不会好，就跟我们电线二十。所以如果你没有找法是借盖，那你也可以这按照这七个破的轮脉，就是一个一个的冥想，就回到这样子的位置，那这样子也会把它整理回去。啊，所以有时候你法师可能一年给你借盖去盖，啊，你又不方便，这个时候你要常常冥想这样子的位置。哦，这样。而且那个像那个林老师讲的啊，像他这个七轮顶破的时候啊，借盖的时候有分嘛？你们在你下面爱借盖吗？但是通常在这个七轮如果会有疼痛啊不舒服的时候，应该你也要去想想你是不是不顺了。哦，什么？假设你的财运不好，这个穴场是会痛的。对，就是压下去会痛。哪里？就是在第三个这个最痛，肚脐上来，肚脐上来的三指符、哦，就是三指符的位置往里面压，如果压里面会痛，也就是你在财在开始在流失的时候，哦、这个穴场肠胃炎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破财。我之前没有钱的时候很痛了、啊，但现在比较有钱就不痛了，现在一点都不痛啊。哦，所以这边开始痛的时候就要注意。如果这里在这里痛的时候，就是桃花有问题的。对对，哪里？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腹腔，然后腹面对，都是在前面腹腔的地方，前面就知道了。哦，现在也不痛了、啊。好，所以这是很重要啊。有时候是靠冥想的，有时候就要靠很多的道具嘛。对，那我今天来讲一个我们理算派的那个叫做招三观。好、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一般你觉得这一盖哈，不是说你跟他单独哦念念的啊，跟他画画，画家不会的画。哎，不好啦、欸。因为我们人是集结天地人三界的气，它是一个碳水化合物所形成的，那魂魄再来聚集。那我们在这一盖的时候，你要请，比方说你有欠心债，还是欠鬼债，还是欠人债，这一盖来就是叫做招三观。你讲心卡北北招三观是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全部一次解决，一次到位。对，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像这个叫做天机，哦，天机的是我们针对神明的，哦，譬如讲你顶世人有欠心债，就我们田姐，哎，她有的是讲，有她本身会通嘛，啊，神明改讲，也是这个类似神职的人员，而且底下神明道上讲，但是你呢一直无去做就对啊，没有去这个做道头啊，哎，一直来改，你就是欠心债，一直来改讨，啊来讨的时候，你就是爱来改讲，就是爱来做这个叫做心债，那我们心债呢，对金座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到比较基本，这个是天官大帝在修的。那请咱的天官大帝来给你斗三下，哦，来给你化解。那这个是消灾，消神明吼，卖来给你降罪给你。因为神明降罪给你的话，会不得了，你就不好好处理，不好处理。然后我们一般吼，咱传统的金纸你慢慢烧罪。咱只要烧，足简单的，就是烧金甲挂金就好啊。这是上传统的，我们中国以来烧定定的，就是这两项的金纸，上简单的。过来就是第二关就是咱的天地关，咱来看咱的地关，哦，来这个这是我们的地关，哦，咱的地关，咱的像咱由咱的地关大帝来给你化解，地关就是化啥，就是化你讲你本身的一挂业债、感情债，你给囡仔提掉，有诶无感情债之类的。那化完之后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程序的，就讲保稳金。你要把你的运要补回来啊！先把那个三关先解除掉，对对对，还跑到第二关而已哦，第二关而已，还有第三关，这个这类的是要补功，因为你囡仔吼，你提掉了，他要把你身体里面一些东西把你带走，啊，你要将你那个运补上，那补好了呢，再来下你三这个温馨主题完成这些事，这个是叫做水钱，哎，哦，水库钱，这个是叫做爱请，请这个水官大帝来给你化上，就是将这些物件拢给。再造来上造，啊，上造的时阵呢，还有包括你丁细人完成这一处，那就是爱画这个银座，画银座，画好了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回家钱。
这个叫花钱，啊，阮简称叫花啊钱。哦，你有欠人花啊钱无行的无？就是爱这个花啊钱啊，紧钱。哎，你要欠我哦，你来哦。花啊钱应该是还给人，为什么要烧给那个？对，其实讲真的，这个一定要请老师写书文啊，然后上礼之后才能做，不然像我们曾经啊，就有那种信徒，你知道吗？然后就我们那时候在做祭改嘛，结果在改的同时，他就看到那些东西，然后想说。以后啊，那我以后就自己弄就好了嘛，这么简单。就他没有看到说老师在写书文的时候，那好了呀，对，很好笑的是，他呢是扮五鬼那一年，结果他就自己去买了那个五鬼盘，然后就画金子乱画，画本来没跟可能就跟，不是本来没跟进哦，结果后来他们家住了一大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画那些纸钱嘛，那。好朋友好兄弟就是看他每天在画，然后就来找他要，对对对，就来找他要，然后到后面呢他自己受不了，他就跑来说，哎，师姐不好意思，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这样画，我下面你也是在这贵，我下面我是娇贵的来，对。哎，那刚刚有讲到那个什么水祭，那有听说水祭、火祭还有裸祭啊？对啊，像在早期哈，像较早哈，古早你讲啊，你就刚才讲台湾拍卡村艺术同款啦，哦，你外省讲啊，你像你刷掉，像东龙宫那个在神明面前打，对对对，讲刷掉，吼，去有几啊地掉，啊，你要隔离嘛，啊，要隔离就是讲吼，古早人用咱的水桶就是咱的茶桶，有种嘛，古早人洗身躯用个茶桶嘛。现在帮港还有在卖啊？对对对对对，现在是复古啊，现在变复古，嘿，以前要传统的。对啊，但是你讲要你若要坐的是，因为是门通，不管是男的、女的、年轻老的，好，然后呢，他用个围巾给围起来，那个水里面就已经放了那个，哦，包括说桃树啦，或是气心啦，哈，然后就是一些符啊，这种套牢。进山的水。哎，对对，就放上了，然后放一个大顶顶，我，咱比如大庙，那顶足大的嘛，啊，看看，中哦，那个正午时哦，午时当中，好。庙的正中央啊，他神明如果看到你只有穿这样，不会没有没有，他脱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是他用围巾先把你围起来，他有布套在头上，然后整个盖起来，脱光以后再上下去以后就一丝不挂了。哦，但是如果那个水你不动的话，水稍微一进，因为来电米家都接着看不，啊，来电来清了顶了哦。其实你走过去看你清了。哎，那林老师有时候有一些神棍就会利用这些，然后自己改的那种色情的方式来对待信徒，有的就是骗啊，人财两失。所以你如果要收金或者是祭改，你要找一个有信用的，对，你要找一个能够大家都已经都是认同的，要不要随便？尤其他那个又裸祭，那个刚好得他意呀。他就裸身的在那边，他早期了，现在就没有了。哦，现在没有这样，那他不雅，他不雅。哦，不雅，对，所以不要随便相信。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我们演艺圈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事情，因为杨琪呢，他因为什么跟人家合作投资，赔了百万。他说他这一年衰的要死，所以他跑到警察局去要求警察对他破口大骂，人家警察还以为他是神经病。那么到底这个是什么祭改方式呢？我们今天就请到杨琪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说清楚讲明白。那我们先进个广告，马上就等待杨琪来讲。改头换面，就住一片火后一片啊，打回去说三战，再赢一战，三平一战。现在回到了节目现场呢，我们把一些闲杂人等也请走了，直接找到这个《水果日报》这一篇不可思议报道的女主角杨琪小姐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跟大家讲明白，她到底衰到什么程度，要到警察局里面警局去画煞，而且讨警察的骂哀，什么代志？今年很衰，衰透了。没有，其实我今年不衰。哦。我今年不衰，对，我其实就是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觉得衰透了。从一个礼拜一，我从电视上知道说我投资的一个婚纱公司，不是，我没有投资那家，但是我有跟朋友合开，跟那家有关系。那一家恶性倒闭，所以我们可能在压在那里的钱通通拿不回来。
等于是在大公司企业倒闭，旁边的股牌效应影响到周边很多投资。没错，那这个东西就是跟我是有一点关系，就是我的钱可能一毛都拿不回来，就是这样子。然后礼拜二呢，就出现之前我有合作过一个这边的一个对，谁是富商的真爱？好，这篇广告引来的是官司嘛？对，像那个有人要告你，当时的对的那个，然后就告。反正就是对官司，虽然没有直接跟我有关，但是我身边朋友就被影响。啊，礼拜三呢，被指名的当时也算无辜的其中一位，就范大哥，就也又开记者会反击。好，那在这一切之中呢，就已经就心情就觉得不太好，就心情真的不太好，就觉得说为什么身边人好像都出事？那当然自己也有一些，我现在这样子讲，我就说对于我而言，这些事情都很。杂，很小很杂，就比如说什么突然间什么杯子破掉啊，怎么样？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短期内一个礼拜之内就觉得啊，微博那也叫最大机啊。对，然后呢，我真的其实就是有去寻正当管道，我就有去庙里，我就想要拜拜。然后我就拜拜，我就求了一个签，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算命的人，说实在话，对，因为说实在话，是因为我很怕人家说哦你很惨，我会怕，我最怕人家跟我讲，但我觉得光讲好的又是骗我，是啊，不愿意主动去触碰这个东西，因为我其实就是怕人家说。可是你现在被媒体说你迷信啊？对，所以反正我就说我，但是我会拜拜啊，我是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人，所以我就说我怕听到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人家说不好，我就会被影响，对，被影响，其实我心里会非常难过，对。好啦，那我就想说好，那去拜拜好。那么事情就是说，我在那里求了签以后，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阿婆，他就跟我说：“哎，修教你喜欢哪？”啊，我就说没有啦，就是有点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讲，然后那位阿婆我不认识她，我真的不认识她。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太神奇，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那当时就跟我说，你就去警察局，你就找一个警员阿嘎里玛妹妹，赶你出去，就会转。好，我只能说就民俗疗法嘛，那我就觉得啊好新奇哦，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哎，可是你看我们节目周快600集还没有这样的这一代方式，哎，对，结果嘞很妙吧？你还没有想要去做当下？我没有啊，我就打了电话给身边的一些朋友，我就说，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去庙里面，我就碰到一个阿婆，然后就跟我讲这一招，你有听过吗？我是说真的，当时大家都说没有，没有人听过嘛。对啊，那我们就只是当了。哇，好妙哦，从来没听过，我也没有在意。那再来这一块，也就是我很私人的，就当时我当天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睡觉之前我想到说，哎，我有一个朋友，他从事算是金融行业，我想说我改天打个电话给他。那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就是说第二天我就接到这个人的电话，我想到他前一天在想，他就打给我，他不是警员，是警务人员，跟警察有关。凡是我的一个私人的朋友，他就打来。那我是说真的，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背，然后你想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打给你，你会不会觉得这都是几个 sign？ 对啊，一个征兆。对我而言，对他就是一个 sign 啊。对。然后他打来就是找我出去说，哎，要不要出来玩？我说，哎，最近不太想出去，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背。对。然后我就说，哎，我问你一件事哈。我听了说这件事，有这回事吗？碎碎连连的说要去给警员骂。对，我就说有这回事吗？他就说有啊，有这回事。真的有民众会去这样？对，他就说，因为他自己是警务人员，他说的确有这种事。他就说没有说有没有效，但是就有就对了。所以他反而鼓励你说，哎，他没有鼓励我，他只是就说有啊。那就想，我就觉得太酷。因为平常不联络的，居然会主动打给你。对我而言，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无法去解释。对，对我而言，我就觉得啊，那就做。所以跟他通完这个电话，我就下定决心说，我就上去。啊，刚好《水果日报》狗仔又跟你。对，然后我就去，而且我就说，他们就选择说，为什么我要选择那一家？我为什么不去别家？对啊，因为就离我家最近，管区的派出所就走过去啊。没有他，他不是就。反正就是，我就走路就到了。现在离这个录影当天，所以是前天发生的事情。那你觉得这两天做完了，你就给警察骂完了以后，你觉得运气、心情上面有改变吗？
我现在好难回答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还是很杂闷。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件事情已经就变成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好像说，好像我在鼓励，或是我在干嘛？我其实我就只是，对不起，造成大家的困扰了，尤其是警务部部门，真的很抱歉。他就说我们的保姆要解除解难这个疑难杂症，可是他们其实就是。就是碰到我他可能骂得不够凶，不是因为报导上面写说三八婆你这个笨蛋赶快走掉，嗯嗯嗯，他没有讲三八婆，没有，真的没有，他就最后他才不想去冒出笨蛋，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他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就说那要骂什么，就是随便笨，什么都好，笨什么都好，然后他就赶我出去，他真的是迫于无奈啦，因为他就一直说不要啦，你个女生怎么样，我就一直拜托他，但是我也是说真的，我就是一直拜托他，我有颅，可是我真的没有大脑，我没有。老师，赶快帮我们解释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的运势，有的时候我十二生肖内底，今年我无犯太岁是安那海咧？因为每一个生肖，它在一年四季这个贵气里面都会去冲大。阿姨，你注意看哦，你是六十二年次的，我刚好跟你算过，你的这个生辰月你算过，六十二年次你要注意哦，六十二年是属牛，对不对？那你注意看，我们六十二年是今麦已经是立冬啊，立冬这个牛准备在创啥？拢开始在休困，休困的就是阴阳无康会者嘛，无康会者这个牛的本身这个命会在牛棚里面，很容易会招揽一些不必要的那些气体会来干扰你，对。阿叔再来看的时候，你是犯着天告。他说：“你要去派出所走，这个仪式是 OK， 但是今天就是你不可以去改派出所的员警，去改通知报备他，你要让他毫无的预警的去骂你，他才有办法把你那个气骂走。哦，这样啊？对啊，因为为什么？主要是要找那个警局化煞的话，是要警官把你的煞气骂掉對走，然后就是说你不可以可以可以跟警察呀。”哦，阿力哥，阿力没有用，你还好，生活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他觉得很厌恶，那真的是把你踢走的，嘿，那才有用。然后你事后，你再委托别人，你就包个红包给他，嘿，这样才把完全错误，对你完全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很简单，就是你注意看哈，我们的警察是我们阳间的执法者，他掌管正气。那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阴间里面在谁是在掌管，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刚才的东域大帝。有的人如果犯了鬼债，伊就是会去这个。神王庙，啊，好，迄个牛头马面，甲你骂骂，踹一踹，拿他的东西打一打，譬如讲牛头马面去啊，迄个令牌，哎，提来甲拍拍，哎，就是把那个晦气把它打走，是这样。今天没有关系，我们现场呢，一玄法师就带了一些他最内行的道具，今天就送你这个红包，等于新的一年给你带来好运。他今天要帮你做一个李山派的正确的遮盖方式，哎，我们现场马上来执行喽。改头换面，改头换面，改头换面。就祝一平不好一平，下岗为者数三折，再平不折，三平更折。今天一整集呢都是在讨论这个遮盖红环哦，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招好运去厄运，那么现在我们艺人杨琪他是最需要招好运，把所有的厄运都可以去除掉，那么现场呢就为大家来示范这个遮盖红环。我们今天有请到一玄法师为我们做这个祭改，请到他的主神青卜夫人为我们祭改，开始。幽灵迎请佛王，三经天地现总万事，本经广修万劫是五神通。三界内我唯独独尊，体有金光照进五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那包罗天地最贵心。真神观过，达九天祈求所愿下九人。金片良时吉日，金请为请佛王，三经金请会了孙阿公请保护人。为杨新有杨吉大德，红纸做你面，黄纸做你身。离开讲是纸人，卡拉讲变是纸身。金片良时吉日，金请台北下海新王爷。神王嘛，阴阳师公不负官，我黑白无常，春夏秋冬，四季八怪前来做主。良人为首，十方三清，六方金请，五方三开。良师为首，十方吉灵，金手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中方，五方众魔鬼，祭上西方极乐世界利器。了如为请，五方三清，一清一月记，共鸣请。
为民服务，以行下岗为证，送三明证，再平警车，三平警车，妖魔鬼怪不能执行，就恶去抢，就恶去灭证。啊，三重气，来请。一叠机灵，何况三明，特等激情，万事安定，普国万民，普地一人，祖社的心惊，回乡正道，独地幽灵，斩除邪精，护我神龙万里顶，新兵火急不离灵，急急不离灵，两敌为者，不防三明啊，化散为开，一防之来，尤其天天阴晴困难，气清向到天门啊，双双日日因为红，金童玉女三万星，天兵天将照机灵，百家朝家，下了思量将，千宝有灵下降生，日月既光明，了去金手杨新杨旗大跳，一切灾化为尘。灭火为首，朔风三征，日月既光明，擦，龙翔四五为行，再行金车，叫皇上帝发了功，南无观世音菩萨发了功啊，用观圣帝君发了功，天上圣庙发了功，五年千岁发了功，五福千岁发了功，你要去七宝福林发了功，中大万岁三代主发了功，发起何功念念功，发起何功金像杨新路杨旗，龙寿吉庆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建成，龙寿吉庆一切灾化为尘，擦。咱们将黄金车，再迎敌的车，一切灾祸于敌那车。共享我们的进化，右手借我一下。那等一下哈，我用这个三炷香代表天地人，帮你在上面净化。那你不用怕，我会画一个冰山雪山，你在上面保护你，你就不会烫到。眼睛闭起来，心里默念观世音菩萨。两强基金不放三明化上为精，你话机灵啊！拜请落车三太祖，下我七个显神通，头梳双极为妖道，手持金手抛绣球，威风凛凛，行书接四海玲珑下甘当。太真人亲落花莲花化身变神灵啊！掏出这件龙袍，带天顺手提前，我卡大黑轮跌不倒。八万七千天兵将斩魔除妖为人间，由于地主恭敬三拜下，拜下中大万岁金龙太祖，为杨新路杨旗，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建成，中福一切一切灾化为尘，若不请少林机关天。告机关祭上去，西方三神不化身，灭火为灵车。两字一笔天下丹，二笔做出剑，三笔阎王五雷阿煞精，将其五龙破碎洗清净，立地为精，不放三明敬上五明的金车。两行再行金车，生山西山两洞主，生山洞主降生来，西山洞主降西来，生山西山两洞主降生降西来。三脉真火不伤肉体为身，三脉真火不伤肉体为灵，灭火为精，释放三明灵，换三明车。有酒之请，不妨三钟敬上五面，嘛吉祥，净世音，净世界，元宵一切灾化为尘啊！南无僧，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两年为首，两年为灵，今为杨新路杨旗。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建成，明方为请，一切灾化为尘，三世音各化上去。伊我记功丁表为请，不妨三明请。用这根纸人，在你这个手画一画，翻过来，哎，画一画，把所有不好的把它带走，画一画。然后再拿着，然后等一下，你把舌头上面的口水吸干，舌头吐出来，一样，我这三炷香会在你舌头上面画，不用怕，不会烫到。好，眼睛闭起来，要帮你消口液，因为你口液很重。对。六六机明不放机明，鸡那是灵官白凤鸡，堪是君子有信义。今日照点冠上会，两时吉利开工大吉利。神在人在哩，神在哩，换三彩。六六为请，不放三开，六福为灵，六月吉光吉请。口水要吸干，好吸干哈，不能泡脚包哈。六六为请，不放三明，第应吉请，不放三开。一笔天下当，二笔做事兼，三笔要么地五雷阿煞精，将是五龙吐水洗清清。先天八卦清，后天八卦灵，八卦做事为天灵。金铁为精，灵发机灵啊！金车生山西山两洞主，生山洞主降生来，西山洞主降西来，生山西山两洞主降生降西来。三脉真火不伤肉体为身，三脉真火不伤肉体为灵。料理金宵龙三明，金宵杨信路杨旗，将是一切口业化为尘。南无为生释放三明，灵发机光灵车。人长，嗯。在金色阴晴。完成一切化为尘，一切口业化为尘啊！今次西方三神不发生，两气之气不防之灵，不动明王，空出明王，妖都为请防三面灵王，请。再哈三口气，我再把你的晦气吐在这张纸上面，这个纸人，然后麻烦你用右手把所有的头发整个抓住，往后，往后整个抓住，
会记得到。等一下，老师，这个香会在你的脸上面画，好，一样你不用紧张，不会烫到你。好，眼睛闭起来。柳条微青，扑风三明，敬上五明，烈月奇形，画上未开，烈月气狂慨。独独一请，扑风三来，南斗神君天，北斗神君连，普照威震，烈月气狂言者。柳都威青，扑风奇明，金请生山雪山两洞主，生山洞主降生来，雪山洞主降雪来，生山雪山两洞主降生降雪来，三脉真火不相霸，体为心，三脉真火不相霸，体为灵。今天良时吉日，金请婚姻观靠向会了准顺啊，中气保护你，为杨氏有杨吉，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生，柳树金请街头画面送三门开，一切中条再开始，街头画面。玉雕一面，八方三清，敬上五灵化三界，三界为高端，一切神明，一切吉灵，妖魔鬼怪不能侵犯。妖雕为请，天教为心，天教为灵，日月祭红灵请。你现在再换你的左手抓住头发，然后再放眼镜。修修为请，八方三明，敬上五灵六吉灾，一切灾化为灵。南无为请，西方三清日月吉灵，丢丢吉清，丢丢吉灵。Om 金翅金翅，一翅金翅，嘟噜金翅金翅，四金翅嘟噜金翅，茉莉金翅金翅，四金翅萨婆诃。好，你现在哈三口气在这上面，一切一切灾化为灵。请，你现在来这个纸给我哈，两只手哈三口气。然后脸洗一洗，用力，用力要碰到，哎，用力洗一洗，然后一边洗一边喊"改头换面"，喊三声。改头换面，改头换面，改头换面。然后这个纸人，等一下你跟金纸人去烧一烧，我们这个 OK 的。这样就完成整个画煞的仪式。对。是那他什么时候开始见到这个效果？15天就开始会慢慢整个运势就会转好。但是你不能再去看到上司。